年节前，慈济内湖联络处启动警局关怀，擅长烹煮卤味的志工端出拿手菜。有几次哈，他们都吃得很开心，所以我才想说再继续卤豆干去跟他们分享。春节将至，警消单位启动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，慈济志工带着祝福礼慰问警消人员，等于是24小时的在守护着，守护着我们大家的生命财产，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感恩。送你们苹果就是，平平安安嘛，橘子呢大吉大利啦，这个枣子跟豆干哈，就是祝福你们早日升官。受到师兄师姐们的祝福，这样一早就让我们同仁都觉得很窝心啊，这样子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暖心。玻璃石大人全年无休，中山区慈济志工除了送上可口的食物慰劳，更贴心准备这份礼物。我们每年都有来那个大慈啊，就是说春安关怀。今年呢，我们带着这个很漂亮的手巾啊，爱地球很简单啊，他希望大家都能来做那个神水啦，还有素食三好啦，还随身要带五宝哦。爱地球很简单，其实这个都举手之劳的啦，这个都传下去，传给我们的小朋友们。各区志工陆续走访警局、消防队，熟悉的伙伴来访，员警肯定志工长期付出。谢谢各位师兄师姐来给我们慰情，还有给我们鼓励，不管是对我们的祝福语，还有对我们的一些那个近思语，其实帮助都很大。收下近思语，人民保姆时时提醒自己，好话入心，温暖也在身边围绕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台北报道。